在2020年和2022年的第一个上海市三年文明养宠行动里面，下面的一个小桔灯为他点亮回家路这个项目的背景下，进行了一些深化的工作。经过我们整个项目组的一些考量和一些考核，然后选定了这里。那这里也是比较符合我们流浪猫管理的一个环境，比如说猫岛啊，还有一些前置的一些隔离啊，后续的一些领养啊，以及短暂的一些过渡都在这里。社区流浪猫的一个情况还是比较严峻的，因为在各方面的不稳定的因素下面，会造成很多关于流浪猫一些管理的工作的一些不能常态的一个持续，所以说还是需要有各方的去加入到这个流浪猫的一个提案工作里面，至少能够控制住我们社区流浪猫的一个增长。TNR 是我们小桔灯主要的一个工作手法，就是为了控制他们的一个繁衍的一个情况。T 代表的是一个抓捕 ，N 代表一个绝育 ，R 等代表是一个放归。我们的抓捕都是由我们社区的一些居民或者志愿者、爱宠人士，然后进行一个自行的抓捕，然后由我们这个项目组，然后通过线上预约，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绝育手术。绝育手术后，我们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由那个送猫过来的家庭人士自行带回，他们自行放归。那还有一个就是由我们这边流浪猫管理中心进行一个生态的一些放归。我们最大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数量，基本在200只到300只。流浪猫的情况基本上，在20只左右。那我们这些流浪猫也会有固定的它们的编号与标签，市民可以通过阿拉宠公益平台上进行预约，登录我们猫岛与我们的流浪猫进行互动。做这个工作苦归苦，但是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因为你至少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确实是能解决掉我们社区的一些问题。就是流浪动物它们是需要被关爱，那他们也需要被管理。公益这事情嘛，它其实讲究的还是以社会效益为主。我一直认为，就是社会效益越好越大，相应带来的一些正向的一些价值观在那里的话，那必然呢，我们社会也会发展更好。